帅。这些都不对哦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摸摸摸摸为什么？鸽子走路的时候点头，是为了要看清楚东西。哦，鸽子的眼睛长在头的两边，而且眼睛的对焦功能不太好，所以走路的时候要摇头才能对焦，好看清楚东西，这也叫做光感应运动。所以鸽子走路会点头，是为了要看清楚哦。哦，大家了解了吗？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蜜蜂。答对了，大家到郊外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别被蜜蜂给蛰到咯。不过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，蜜蜂总是嗡嗡嗡的叫。蜜蜂嗡嗡嗡的叫，大家知道为什么蜜蜂会嗡因为蜜蜂喜欢碎碎念，所以不停地嗡嗡嗡。还是爱呢？蜜蜂是肚子饿了，所以嗡嗡叫。该不会是三吧？其实啊，蜜蜂在唱歌，但是它只会唱嗡嗡嗡嗡嗡嗡，大家一起勤做工。嗯嗯，答案都不对啊。震动的声音哦，蜜蜂在飞行的时候，翅膀会快速的拍动，拍动的时候也震动了空气，所以就产生了嗡嗡嗡的声音。所以啊，嗡嗡嗡并不是蜜蜂的叫声哦，而是翅膀震动的声音。世界真奇妙，大河马、小斑马、大肥鸭、小青蛙。
跳跳舞哇哈哈，大大金鱼划呀划，喷喷水哗啦啦，大家来来探险，发现新体验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啦，世界真奇妙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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